花园有点漂亮哇、确实很有爱德华时代的那种艺术风格。白色的房子是1912年建造的，78年多时才买了过来做艺术中心和画廊。这座房子拍过电影，在 Rent a Key 演孤儿院。穿黑色衣服的那位是舞蹈教师，他邀请我们学跳舞。我们选择在旁边看，很传统的英式队的舞蹈吧，画面温情完美。不想离去，这是一个有144500尺的豪宅，花园更大，后面有山坡，还有马车、别墅和花园的园丁小屋。一进屋就体验中心的创意氛围，可以俯览斯卡布罗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的美景步道，应当是社区艺术协会的活动场所吧。仔细看看他们是咋个面对的，咋个进退穿。折纸、陶艺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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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看一下，咋个穿，咋个进，咋个退。大家很有兴趣，又学得很轻松活泼，待在这个地方真是养颜养心，音乐也好听。弄了1-2个钟头，还在这儿整，我们还是进屋去了。乐在其中啊，无忧无虑啊，希望我们的童年也是这个样子，希望下一代、下下代、下下下代很好。这是车房的陶艺室，看到窖炉的温度是1729度。手工织布机，有人织哦。在一个小妹儿的指导下，我也有一个床。